没问题的啊，这边对我来说其实啊、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。真的要不是为了赌一口气把这游戏给过关，我真的不……为什么卡住啊？我什么卡住？刚刚那边为什么卡住？帕克亚喽，捅我是不是啊？来阴的是不是？再次，可以啊！我操！啊！你吓死我！你吓死我了！在干嘛、啊？靠背哦，这不是恐怖游戏！吓到我，狂喷手汗呢！我在狂喷手汗，要往上走是不是？能弹上去吗？弹得上去吗？八个幺的五，弹得上去！我跟你信，我跟你信！我操！我还真的跟你信了！哎呀，没想到给我弹上来的，我可以的吗？八个幺，有什么难得到我的？尽管来啊，尽管来！我 OK 了，我 OK 了，这个游戏我已经 OK 了。这边，给你跟上去，上计啊，八戒了！你这边刚刚都过得去，你这边过不去，你真的是，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干什么吃的？我在这边快疯掉了！弹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哇哦，完完全全要破解这个游戏了，是不是？完完全全要破解这个游戏了，是不是？弹，这怎么上去？为什么在这边用 combo 的 ？combo， 哇靠！嘿。哇！你妈！哎！哇！哦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！哇！干你个帽子，去死吧，你王八蛋！哎呀，终于上来了！哦，这边是要弹过去，对不对？感觉应该是要弹过去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啊！怎么又下来了？又给我上来了，又给我上来钩子，钩子靠边，钩到了什么鬼东西？弹，哇，终于，哇，你怎么弹那么高的？吓死谁？你怎么弹那么高的？大哥，又来了，这到底怎么办到的？我，别激动，你弄得我一身冷汗呐、啊。我上去，可以了，终于，断掉，勾，哎呀，这完全可以的嘛，哎，我左边有个东东，我们去看看好了，我们上去看看好了，这地方应该有点啊、哦，有点玄机，各位应该有发现啊、哦，现在墨镜哥已经不仅衣服换了，造型换了啊、哦，连我的头发都变短了啊。怎么回事呢？啊，为什么墨镜哥的造型变化这么大呢？因为墨镜哥呢已经隔了一个礼拜多才又回来玩这个游戏。天啊！这没上去啊！这个人今天特别难操作哎、欸，这边跳过去哦，不哎、欸，我从这边跳总行了吧？我从这边跳，你还得过没？从这边跳，直接从这边弹，我直接从这边弹。我从这边弹，哇，可以嘛？王八蛋，那这下怎么办？哎呦，底下还有个雪球，哎呦，应该闪过去，应该闪过去。我的妈！我的妈！哎呀！啊！我先厘清一件事情啊、哦，就是有人问我这个跟玛丽猫哪一个比较难玩，然后我当时就蛮难抉择的哦。今天再来玩一次，我深深觉得这款游戏干你啊，有个烂的啦！操你妈的鸡巴猫！我
们心平气和的讲，两个硬要选一个玩，我会选玛丽猫，毫不犹豫了。因为这款游戏真的是，我现在满肚怒火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单调，那玛丽猫是机关非常非常多，然后会让你觉得有一些趣味在。那这个的话就是纯粹玩你的操作了，差不多也就是就这几个讨厌的东西而已。然后呢，就是很难爬。考验你的技术操作，玩到最后面，你全身都残废掉了，因为你会很生气嘛，你会高血压、心脏病，你会三高都来，然后进而影响到你全身健康。我深深觉得这款游戏呢是一个伤害健康的游戏。然后呢，现在就一定会有人问我，哇，那你都玩得这么生气了，你为什么还玩呢？你不会不要玩吗？啊，人就是很贱，我就只是赌了一口气，我就一定要过他，我就只是为了赌这么一口气，我要过这个要杀。这极限边缘了，一定过去，一定过去！哇，终于过来了！啊，一口气过去，我可以！哇，天哪，前面的路真的是越来越难，出乎我意料了。哦，这个蛇有什么其他通路，对不对？试看看，这什么？这怎样？哎呦，哎呦，它会叫哎！哇！2000 years later。上面好像有路，但是我没有路可以上去了，难不成跟这个桶子有关？还是看看勾这个桶子。哎呀，哇塞，过上去！他奶奶的，过了上去，老子真想跟你姓了，王八蛋！我，难不成是要我站上来？哎，难不成真的是要我站上来？站上来！快点站上去！快点！我感觉这个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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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敌难。好，站上来了。快点！站住！哇！电了！他现在在桶子上哎 ，unbelievable！整个人会给你击败，我被击败了，你是击败人。一直都有人叫我去看其他人玩的游戏哦，但我就是不看，好不好？各位不用再跟我讲，要我去看其他人，我不会去看的。因为墨镜哥玩游戏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就是习惯，不想要去先去知道后面有什么，或者是先知道怎么玩。我拍片已经很不好玩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。里面所有位置，哎呦我靠嘞！然后里面所有的事情你又都知道了，那就更不好玩了。荡上去！就是不要再勾到我的，不要再勾住我的东西了，不要再勾住我的东西了！我跟你说嘛，墨镜哥很棒棒的，那对墨镜来讲没有问题的。那这边怎么办？哎呀！从这上面跳下来，这个上得去吗？上得去吗？我拉！差点！我靠背！啊！终于给我上来了！那到底是要走这边还是走那边呢？滑，这个滑，但是好像可以上来。哦，可以哦。真的可以耶！这个人真的是最不科学了。上去，可以！上面好像路哎，上面好像真的路哎。慢慢给他靠上去。OK。
哎呦，妈的，慢的不行，啊，软的不吃吃，硬的是，天啊，这太爆笑了！这家伙不吃软吃硬啊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怎么会这种人？怎么会这种人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吃罚酒，开！哦，这个垃圾死光头上去，垃圾死光头给我上去，给我上去，给我上去！哇！垃圾死光头，垃圾死光头太强了，没脑硬干就对了啊！没脑硬干也就干上来了，可以的，老子就是硬干哥，就下去啊！哎呦，哎，他下不去耶！哎，这推车到底是哪个王八蛋给他推上来的？啊！玩这游戏又热又累，喉咙又痛。上来了！这边有个电塔！不要跟我讲后面要爬什么万里长城啊，在爬什么金字塔啊，什么巨石阵啊！啊噼里啪啦的灯都给我蹦出来啊，都没有关系。哦，天哪，怎么站上来的？我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哇，佛祖转世啊！哇，哎呀，哇，又站上来了，又站上来了，又站上来了！哇，再一次佛陀展现了神机，我才是真正的活佛啊！快点，赶快两台劳斯莱斯贡献给……喂。现在是怎样啊？哦天哪！我觉得这边有危险哎。如果他没走好，是不是飘到某一个地方，然后就往下掉，然后摔死呢？这去哪了？去哪了？去哪了？我在天空飘，我现在在飘，我现在还在飘。靠腰，那这样终点在哪里啊？我要飘向何方呢？我飘向北方。我家乡。然后嘞，然后嘞，baby。啊，我们现在一路往上飘是吧？我这样会不会往上飘死掉啊？这什么地方？哇 ！Get it over it with Bandit 40 again by Bandit 40。啊！把开了，过关啦！哈终于，我们过了一个非常令人满度怒火的一款游戏。Yes！ 太嗨了！我终于可以跟着玩。烂游戏告别了啊，那就是这样子啦。bug 呀，这什么 ？One two 不 yes 啊。哦 ，Tell me your name. F K U。好，这就是我的名字，记好来。赶紧给我记。哦，太棒了！给你三点肉。Fucking。好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的这款游戏呢？总算告一段落了。那么各位，记得订阅墨镜哥的 YouTube 频道，每天晚上7点，不准18部新片，不要介意。好的，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看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！哇，倍棒啊！完美啊！死了 ，Yes！Yes！ 我找到方法弄死这个王八蛋了！我好爽哦！赶紧死吧你，王八蛋！不死，快点去死！去个跳河！哇，我早就想把他弄死很久了。光头，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好像变得，我的身体怎么变这样？我的身体变形了哎！哇，这哪招啊？哇，酷哦！这哪招啊？是哪招？他妈的，垃圾死光头，去死！干！你确定要永久移除这个垃圾死光头吗？废话，干！这边就好转很多了，这边只剩死掉之后不会重来。